这次更新，因为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准备了一整套的新的场景，然后伴随着新的场景，会有我们丰富的一些故事，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岛屿上面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拓展，并且会有整套的一大堆的新的装备，还有我们很多的新的怪物、新的 BOSS 都会伴随着这个新的版本一起去上线。中间会有很丰富的东西，然后包括新的副本啊，其实可以由玩家去探索、去挑战呗。基本上就是一个全套的东西的一整套东西的一个打包上线，也做了很久，然后内容也很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它本身的，从我们最开始立项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叫做不确定性吧，因为我们还是想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新东西、新尝试，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之前可能大家没有做过的，我们也是一直在探索。就中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中间可能走了一些弯路，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地图的传送，就是可能早期的玩家会知道，我们地图之间传送其实是消耗体力的，而且体力消耗是很大的，这样就会造成用户如果想去探索我们的地图的话，不能那么尽兴的去探索，因为可能探索几次之后都发现没有体力。后来我们经过很多版本的测试之后，我们觉得为了让用户更能方便的体验我们的地图的内容和乐趣，最后就把体力这个东西给去了。当时去掉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因为原先无论是就是体力本身带来的收费的占比啊，还是体力本身的这个值，用户都很关注的。但是确实我们觉得它影响到了我们的核心体验，所以最后就是做了很大的决心，把体力这个消耗给去了。然后去完之后，虽然说我们收入减少了一部分，但是我们会看到用户更加活跃，更加就是收到了很多比较好的反馈，说哎，这个去了之后，我可以更好的去探索地图了。就是它就可以无限的在地图中间随便的传送，就不用去跑路，节省了大量的跑路的时间。这个改动最终是带来了很好的正向的反馈，所以我对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算是一个取舍。因为这些我们目前的这个世界观和剧情梗概，是我们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找了专业的这种做影视剧的编剧去给我们撰写的内容，然后中间也是反稿了很多很多很多次，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剧情和我们的世界观本身，我觉得是非常宏大并且完整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前场景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出新的 BOSS， 或者我要出新的装备，但是可能确实没有灵感，不知道出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反复的去看我们的世界观，看在这个世界观下，我们怎么去拓展我们的东西，怎么从世界观里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可能主要是世界观。然后呢，同时如果说是找灵感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去一些三 A 大作里面去玩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玩这些三 A 大作，因为确实做得非常好，然后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比如说像《刺客信条：奥德赛》呀，像很多东西，我们就是玩的时候都会去看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也会去吸取他们的一些点。我自己是一个喜欢体验新内容的一个玩家，作为一个玩家而言，不是一个制作人，而只是一个游戏玩家而言，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广阔的大世界里，就收集材料，制造这种房屋啊、避难所呀、防御设施啦，去抵御入侵的这个玩法，我觉得是比较新颖的，就是在其他游戏里相对是比较少的，而且确实是很好玩的。包括我可以去其他玩家的家里去互相去拆，我可以利用我自己的攻击去击败他的防御。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就是可以一直玩下去。就是感谢就是我们广大玩家的支持吧，因为项目做了其实挺久了，也确实都不容易，所以首先是感谢这种广大玩家一直的支持。我们游戏里有好多就是从我们开始刚开始在海外做第一轮测试就一直加入，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玩的玩家，所以非常感谢这些玩家的支持。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有继续去往后做新东西的这种动力。